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叫做羊小腿结，又叫做缩结，它可以有效的缩短绳子的长度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必须要先把我们的绳子折成这个样子。再来呢，我们需要去制造一个炫炮双套结。什么叫做炫炮双套结呢？就是呢，我们要制造一个羊角胶。这个羊角胶呢，长这个样子。然后我们必须要把两个角胶合在一起，长这个样子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把这一端穿进去。两边这边收紧，制造出一个炫炮双套结，这样子一边就完成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进行另外一边，一模一样，我们制造一个炫炮双套结，制造一个炫炮双套结，一样，一个羊角胶长这样，两边合起来，长这样，把这边穿进去，两边收紧，制造一个炫炮双套结。这样子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漂亮的羊小腿结，非常强，非常硬，有效的缩短绳子的长度，羊小腿结。